哈喽大家好，我是阿酱啊。我朋友那边养了几只鸽子啊，最近两天老是夜不归宿的，然后我朋友想把它给宰了，问我要不要，我们今天过去看一下。鸽子在哪里？是，正好四只鸽子啊。那我们等一下，他处理这个鸽子要时间哈，画面比较血腥，我们就不拍了。这个鸽子一斤多少钱？啊，不，一只多少钱？一只五十块。一只五十，那四只刚好200哈。这是我们早上花了200块钱买的鸽子啊，总共有四只。啊，打窝这个生蚝，这个300平的这个大水坑，啊，那边有个万吨巨石啊。这个水坑的话被一个杭州的一个大哥给包了哈。希望这四只鸽子给点力哈，可以给这个大哥啊换来很多很多的鱼。我们要拿个石头啊放进去，鸽子是不会潜水的哈，所以要放两个石头，好让它潜到水坑底下去。好，我先回去了哈，大概过个7-8天过来抽吧。全部都抽干了，阿酱有没有鱼啊？过来哟，好多鱼哟！快点，来了来了，我要飞过来。这是我们8天前打窝的窝料，哇，好臭啊！哎呀，里面鸽子都已经腐烂了。呀，窝料旁边聚集了这么多鱼，哎，下来两只黑鲷，哦，哎呦，哎，跑了，往哪里跑？哎，哇，跑不走，跑，往哪里跑？哇，大石斑，大石斑，不要跑，一斤多。哎呀，这里还有，我喜欢一只手抓一只，最近两只手抓一只已经不能满足我了。哇，大黑包公，大黑雕，偷篮，偷篮，来了来了来了，黑雕，石斑，来了来了，哇，又来一条青斑，喂，来了。哎呀，保罗来了，保罗来了，哇，保罗，哇，缠住我的脚，死亡缠了，哎呦，哇，鞋脱掉，我跟你说，你不是他对手，进去吧你，进去，哇，哇，这边还有一只保罗，哇，这两个是一对眼呐，这两个是夫妻，哇，你看，这金骨鱼，这么大，2-3斤啊。哇，这肚子油脂了啊，这不是胀气了，油脂了。嗯，我们先拿去放生吧，先拿去放生。等会期间在打圈圈哦。对啊，一直在打圈圈。来来来，我们把这条大肚子的油脂的金骨鱼给它放生了哈。你看，一条小花鳗。哎呦，小小的还挺凶啊。挺凶啊，挺凶能怎么样？挺凶，挺凶。游到哪去？在这里。进去了。我这边一条大鳗，我刚才看到这个鳗鱼跟八爪鱼在这边打架哈，他们两个来约在这边单挑了。哇，进去了！哎，这条八爪鱼，但不知道有没有打赢哦，让他进去跟鳗鱼继续打。哎，看到你了，看到你了，看到你了，别想跑了哈。哇，上面水坑跑到下面水坑里，抓住你！耶，投篮，在这里，还有两只，跑了，一点，也跑了，这两边夹击呀，小子过去，哎呦，又过来了，打乒乓球，哇，来了，哇，好，算了，一只了，抓住它，黑雕，3-2。老鸟在你后面了，跑后面去了。哦，这，哎呦，抓上来，
哦，红骨，这么小的红骨，这么小的红骨，不过也有一斤了哈。红骨因为它是比较大的鱼啊，一般会长到三四十斤。你看，这个是弹簧一样的东西呀、啊。哇、哦，你看，龙虾，这条小青龙啊，大概是有个三四两。下面还有水坑，你看。哇，这边鱼更多啊，这窟窿啊，哇，开始扔鱼模式了，来，哇，你看还有只青龙啊，哦，连着，哦吼吼、哦，哇，这条龙虾大，比刚刚那只大一点，啊、哦，一对哈、啊，看来，进去，开始扔鱼模式，哎，忙一温柔一点啊，嗯。喂，就是一只，好，包公，进去，又是包公，进去，珍珠吧，进去，这里有跑路的，有跑路的，快，跑路的也进去，好像投篮命中率目前为止是百分百吧，啊，哇，大青斑，珍珠斑，一条，哎呦，脱手了。这只石斑脱手了，来一只，哇哈，大石斑，哎呀，可乐，99%，命中率只有90%了，十跑九中。不知道这里有个什么东西啊？等下出去很疼。哇，这个巨石底下有一个千年罗王鲸啊，这个根本就是罗王啊，这个哇吸得很紧，你看触角缩进去了。哇，石头来的，有珍珠啊！结果头那么大，这种螺的话，里面可能有奴隶珠哈、啊。这珍珠一只一个的话，可能就要几百万。不过一般一万个里面才有一个螺的话，可能有机会有珍珠。也不知道这只螺有没有。不过这粉丝爆坑了，那我们就给粉丝寄过去，看他有没有运气开到里面的珍珠哈、啊。哇，这个有差不多七八斤啊，这么大的螺，粉丝发财了。哇，不要打扰人家。兄弟也太凶了吧，造反了这，我抓了你怎么说也是你主人啊，对，这么凶，这是到底啊，来来看见你来了，第一个，哦，跑那边去了，我去那边看一下，又跑你那边，你会抓得住啊，过来了，过来了哈，那边抓，去那边抓，在深沟这里，哇，出来了，半斤多的龙胆，躲在那里面躲很久，被阿酱赶出来，这只又跑出来，很屌，那叫粉丝早点给他炖了，走，看鱼货去了，哇，今天就是那粉丝抓到三十几斤的鱼货，粉丝要开心快了，那个螺就有七八斤，你昨天还是在这里看了。厉害了啊！今天可以了，我是要开心坏了。哎呀，咬住了！打倒一个鳗鱼是世仇吧？还有龙虾，下面还有一只龙虾。哦，对，下面还有一只龙虾，这八爪鱼正在吃它。赶紧解脱，赶快把它解脱一下。看一下越狱啊！前面打倒两只龙虾，小青龙，哦，还有这个大青龙，哦，还有这大龙胆，来这黑雕。罗王鲸，巨大的罗王鲸，八爪，八爪，一共抓了四条，还有七龙，十方龙胆，龙胆，这里还有，哇，飞龙在天，甩得好痛啊，甩得好痛、啊，跳出来三次了，哇，飞龙在天。黑钓，钓两条，三四条，两条，两条，包括两条，这一条都有两斤多，这两只龙虾就给粉丝寄过去了啊。龙虾不要放进去，被拍一下那个模具就断了。好好，放到单独吧。虽然你今天咬我，不过我还是要把你放生。还有红骨可以长到三四十斤，一起放生吧。啊、哦，来。
生。放生。走了，回家了。走，把冰全部抬到船上去。开始搬东西回家了哈。我们这次有200块钱的鸽子哈，给粉丝抓到这么多的鱼虾，还有螺，至少值个2500哈，大赚12倍呀、啊！走了，走回家。今天视频先到这边哈，喜欢阿夏刚来的加个关注，点个赞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